们攀登人迹罕至的高峰。我要找到我自己，因为艺术是自己的完成。他们走过荆棘密布的道路，在我看来是没有这东西不可以解决的。他们淡泊名利，开的车，住的房子，穿的衣服都是一个道具。他们充满热情，这个研究呢是我的爱好，我好像这个放下了之后不知道能做什么。他们乐观积极，用这个困难来再发明多一点东西来解决这个困难。他们前进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息，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克服的，只要肯学习，只要肯钻研，外行一样可以变内行。他们的精神在这块土地上升华。我为什么活着？就我对这个感兴趣。他们的追求还在继续，继续努力，做得更好，明天更好。